和旭日阳刚，你们知道吗？唱了一首汪峰的《春天里》就火了，咱们也改名，咱们叫旭日膀胱组合，响亮而大气，旭日膀胱，膀胱，自报家门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往这边来，来，这个好，这个俩大个夹一小个，来说，说吧，来说吧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大家好，我是马云。我让你搁这模仿呢，什么玩意儿？马云，你长得哪嘎像马云？我看哪像马云？哎呦，我真像马云呢。你得说咱们仨是旭日膀胱组合，你不能说马云，那事一会儿再说啊。来，开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旭日。大家好，我是组合。我是膀胱，行不？旭日膀胱组合就这样诞生了。灯光音响，做好一级战斗准备。灯光，闭灯。哎呀，留一个呀，看不着脸了，你吓人。音乐 ，music， 春天里。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你这是春天里啊？你这是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，做回自信的自己。记住微信3581633379。你俩错了对了的呢？不是，我说你唱错了。人家个大，人家打我两下就拉倒了，你个这么大点，你长得像马云似的，你还敢打我呢？滚！不是你不唱错了吗？人家是还记得。到许多年的春天、还记得许多年前，来，音乐 music 来。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在哪里呀？春天在哪里？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。这里有红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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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